到快打警力到场了解，系徐姓男子因债务纠纷，伙同另三名友人持棍棒砸毁秋兰店内之电脑等财物。礼仪公司的内部乱成一团，这地上不但是有被砸破的花瓶，电脑萤幕也被乱摔在地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对方是不满了这名礼仪公司的邱姓老板跟嫌犯在牌桌上打牌，却欠了10多万没有还，才会闹人来砸店。由于被害人不提告，最后4名嫌犯被警方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。